来到我们的 TF 家族九月月末考核，耶！好，现在我那边有个评委，现在就由我们的评委来介绍我们的规则吧。石头剪刀布，石头布。我不赢了，输了，再来一次，不行，来，三，我是块剪刀石头布，你干嘛？好，黄玉华，班长输了，他输了，我他不懂规则，那我就让一下他，然后我们先吧，我们先派出的是，这三位。Lemon 吓死我了，哦，来吧，好，他们三个是什么？是吗 ？Lemon 区，那你们那方是什么？别，黄宇豪，就除了我，好，我们就派出除了我之外的所有人。啊，是吗？你要去吗？我们要去啊。陈思旭、张震岳。第一个是粉丝推荐了，然后呢，以前我也听过这首歌的那个英文版，对，觉得非常好听，嗯，然后就决定唱这首歌了。是的。而且这首歌还有那种叫什么秋天的气息，就是小贺不能来和我们一起训练，就是最大的困难。嗯，而且有很多点子不能和他分享。对。资金，然后去投入到这个节目里面，而且我们还用手绘了一些，白 T 服装，对，我就可以制作服装。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我要把那新房子刷得很漂亮，刷了房子要刷墙，刷得像飞一样，哎呀，我的小鼻子也要变了样。Thank you.
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评委的得分已经出来了，橘子汽水8.9分，柠檬树9.0分，哎耶耶耶，谢谢老师，谢谢老师。Y'all know what it is, man. Monster action, so bitch, action, right here. Action. What? Okay, man. Let's go.널 지켜보면서 발견한 유일한 문제점 yeah. 너를 귀찮게 만드는 가식뿐인 늑대 같은 남자들 아니야 넌 내 건데 내가 지켜야 하는 뭐가 있는지 yeah. 누가 날 잘 때 넌 볼 수 없게 내가 지켜줄게 넌 너무나 아름다워서 난 저기 많아 마치 공주를 지키는 모두 하나같이 뱅뱅뱅뱅 하늘을 슝슝 그냥 막 하늘을 날아다녀 슈퍼맨 너 해골이 위에 매달려 웃음 짓게 만들어 내 캠페인 너 울게 만드는 그 화사나 딸들이 쟤는 싹 다 꺼지라 할게 요
줄게. 好，我们现在评委的得分已经出来了。黄宇航组的得分是9.5分，哇，这么高，这么高。丁程鑫组的得分是9.2分，哇。好，我们现在下一组的表演开始。好，下一个节目是黄麒麟的《他不懂》。哦，独唱啊，那我们。就程思旭怎么样的什么的什么将来啊，还是吉他弹唱哦。啊，好好好，欢迎欢迎。我是花的时候我看到了两首歌，但是我不知道选哪首，是江南和李宁的意义。你选这句的江南吗？江南 AB 选 A 江南A 是生理，那是谁？不知道江南。风到这里就是圈圈圆圆圈圈圆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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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程鑫组，谢谢谢谢。好，现在我手上有各组的总平均分，我现在宣布一下，黄宇航组的平，丁程鑫组的总平均分是9.125分，谢谢。所以这次九月月末考核，黄宇航组获胜，恭喜恭喜恭喜。丁程鑫组我们要淘汰一名成员，现在我宣布输的这一组的个人排名，第一名黄麒麟，谢谢。第二名丁程鑫，就不是要淘汰一个人吗？那就淘汰我吧。就你们这样每次，我觉得想得出来你，为什么？就这样，继续练。我们依照惯例会从输的那组按照个人排名淘汰。觉得你们这样每次都有意思吗？舅头，你要征求我们的意见呢？你有意见？为什么？那为什么我一切都要听？如果你当我是队长，就投我。但是我不投你，你又拿我怎么的？宣布，现在队长黄麒麟。但是我还有。不要说了。哎，那我还是要说，然后我觉得话，最后一名的话就最后一名吧，就淘汰就淘汰掉。你怎么知道你是最后一名？你怎么知道？听我的，我是队长。